带他上车，接着找安朵。这是那个朋友买的零食，让他在路上吃吧。走了，接着找安朵啊。小崔很喜欢这个小零食啊，狗粮都不吃了。待会儿回去以前丢失他的那里，我再回去看一下，看他有没有回去过。走了这几天，这个车辙印还可以看见，好像只有一两条比较明显一些，其他好像都看不见了。安多没有回来过，不然成个骨头早被叼走了。还是接着在那一片找一下吧。这里离发现他那个位置，就是疑似像他的那个地方，有30公里。你那个进来以后没见，就是。见的话给你出来。好嘞，好嘞。嗯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在找一只狗啊，你看见过这样的吗？那不看见。没看见，我还在信息平台上有发过这个。不看见，不看见啊。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片就是之前看见安多的那里，这个四大队的监狱南边呀，跑哪儿去？这小家伙中途还得下来上个厕所。哎，你是不是找狗啊？对，我是在找狗，是的，是的。我在这个路边好像看到一只狗了，你发的那个在三大队往下一点的路边里面。要不你现在马上给我，能麻烦你先给我拍个照片吗？照片我的手机摄像都坏了，拍不到呀。刚刚有一个朋友说在三大队那边看见一只象的，我过去看一下。我说叫他拍个照片，他说他那手机摄像头是坏的，我现在赶过去看一下。那样的狗还在里面转了没有？对，它的毛很长，它的尾巴是，对对对，它也很粗的，对，尾巴很粗。我下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快，它这里跑着，它看到我已经掉头了，看见就掉头了。对对对，它往下跑着，我这停下来，它掉头了。哦，它那个太怕人了，我感觉，人已经抓它了，已经。有人抓过它，可能是有人抓过，我在这摩托车骑啊，它赶紧掉头跑了。安多。你说他后面还跟着一只狗，别叫叫的话，他有人打他了。哦，有人打他，他一听到你，他就跑。哦，好好好。这个不是，他确实是这样的。你看，他的脸全是白的哈。哦，这不是，这个是全是白的，这个是黑的。哦，那走吧。这个确实不是，他有点像哈。哎，有点像，它有点像，那就不是。对对对对对，确实有一只狗跟着的。对对对，跟着一只黄狗。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看见的，好像就是这一只。他说脸全是白的，应该就是这一只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那个朋友带着我过来看了一下，但是那个确实不是啊，确实不是。他就是一般的人看着可能有点像。而且他后面一直跟着一只黄狗，一直跟着一只黄狗，有可能之前他们看见的就是这一只。哎，这个家伙刚刚还在这呢，我过去开个车过来，没看见跑哪儿去了。这应该就是被认错的那个。他的脸很白，看一下，特别白。他不是安多。他的腿还有一点问题。之前还跟着一个黄狗，安多，安多，这个叫安多，他并不会回。安多，这个年纪有点大了。哦，那儿有个黄狗在那儿，两只。有一个说，他在路边看见一只狗在跑，然后他的脚有一点瘸。问我那狗是不是有点瘸，我说没有，我的狗不瘸，这个明显是有一点瘸，它的脚有问题，看见它的右脚有问题，这个不是。安多，安多，安多，它不会回头，但它有些人叫它，它可能会回头啊，看见它的后脚有问题，
他的确实跟安都挺像的。跑这枸杞地里面我跟不上呀，我又过不去。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他们看见的，但是我没有看见他的脖子上有项圈呀。安都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叉。今天又找了一天，在晚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像安多的狗子，应该不止那一位骑摩托车的朋友看错了，其他很多人都看错了。我回去第二天联系我的那位朋友，说看见一个像安多的狗子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大黄狗。我回去第四天，也就是我又来寻找的那一天，那位朋友开着拖拉机看着一个特别像安多的狗子，后面我又联系他确认了，他看见的就是这一只。再找两天吧。